朕是不是使你失望了？没错，我全心全意的为陛下，你怎么可以相信我会觊觎你的江山呢？这一次，朕破例任性一次。你这个唯一的朋友已经被父皇宠幸了，他已经稳固了他在后庭的地位，而这一切他跟你这个姐妹分享了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塔卡西妈高岛妹腿姬《武媚娘传奇》首播再中视。